下雨天碰好货呀，你瞅瞅这两块大灵芝啊，但是现在不知道它那面怎么样，成了巴巴的了，锃亮。先看看这块小的吧。哎呀，这要是前些天碰着哈，发黑了就不太值钱了。下雨泡的，哎呀，这块还成，还凑合啊？还没招虫。对呀，招虫子它就全磕透了，这就还算不错了。哎呀，收获两块灵芝，真好。嘿嘿，这个家伙不小啊！哈，这大盘子，这个大盘子也不小，倍儿啊溜直。你看这籽儿，哎呀！你在以后你别去弄这个衣服穿，你这玩意儿看太显眼了。就这两个大籽儿，叭叭这杆儿，啊，这盘儿。过瘾不？过瘾。什么天也不能耽误咱挣钱。那你看啊，我这就是个小兄弟的，这底下没有三花五叶了哈。没有。长个大盘子呀。今年你往老看个这皮叶不也这么大吗？嗯，没有三花五叶啊。你看老板儿，哎，那媳妇儿老板儿，这都亏成我，那你这玩意儿。小兄弟的呀。嗯。长得也太猛了，这盘子。今年原来我那狗糖我看了不也。嗯。狗糖那个在树上那个是吧？那也这么大盘子，这里头有，这是个小兄弟，那顶半截，你看这玩意儿都甩下边来了，哎，甩多远？甩多远呢？那会儿那个也是，那会儿还在下边吧？那在沟里面，那个大沟里，对，在下面的沟里面。甩的有多远？哎，这玩意儿长得忘记了，长得太猛了，看着大盘儿挺稀罕人。嗯，那昨天搁那个大山上你看那个开始，那可行了，全全的。还行啊，挺好啊，家伙。哎呀，这个玩意儿长得太猛了，营养正常太足了，长得太猛了，皮色高，行还凑合，还有个腿啊，嗯，长得太猛了，这家伙，长得太大了。哎呀，你看我宝哥去捡了一堆这玩意儿，你以为是种子？啥也不是。激动啥呀？都看见老多了。哎，慢点，别那么粗鲁。长得太猛了。它也总体来说也还凑合啊，把这块抠破一下，这块一签子就通透了，这就是不长眼呐。嗯。一千我就腿通透了，你就不拿它当好玩是吧？不是不拿当好玩，我以为这块没有腿了，我以为这块有个钉，我现在往一扎，我扒拉扒看看头，一下子就捅进去了。上纹还行，上我不上我？对，看这是什么东西？这老神地，还什么东西？蘑菇呗，什么东西？松茸蘑。咔咔的，这块大吧？嗯。哪？喂，哎，这边。我们这是过来看看这块深地年头怎么样，看这深地大不大，看这树啊还行。蘑菇长得漂亮的蘑菇长。哎，蘑菇是次要的，今天主要是来找参来了，找棒子来了。蘑菇长得都像我似的，白净净的。啊，对你身上确实是白，操，水光溜滑的，水光溜滑的漂白。对，好好整点，都给它埋上的。哎呦我去！哎。嗯，看见不能不捡呢，挺好的，没叫虫关键。我这还扒出来了，这个树地树够啊，年头够啊，二十来年吧。嗯，这个什么玩意儿？就是下群有没有那个什么的？对面有。过去对面。嗯，我们就是找这种老林子、老坟地，然后了再找。嗯，这小年团了我哈，嗯，看看我，你老稀罕人了你。这像你似的黑不溜秋的，上一边去。但是这个不能放这里头，这是有泥呀，这是不少年团的，拿下来捡年团的。哎呀呀呀呀，这灵芝长的这真是个奇形怪状啊！这要是刚喷完粉那个时候，这个玩意儿肯定值钱。这都已经喷完粉很久了。哎呀，那我也把它掰着吧。哎，还行嘞，我还以为能招虫子，也没招虫子。嗯，今天灵芝捡了好几块，啥玩意儿？哈哈，
往酒瓶里一装，能挺耐阴呢。那还有一块小不点儿，那块就不要了，拿回去也没有用。这块玩意儿挺耐阴，哈哈，还行，还没黑，没说招了虫子。你看，赖赖巴巴吧，带上。